到了，一共按10，是我就剩10块钱，剩下珠宝还没进，手机没电，炸！你放开！卡也没带，再说带了也没钱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坐霸王车啊？要不这样说，你给我送到刚刚坐车的地方，我不坐，你可真有意思。买了3块，你喝过了，送你2块。带的什么？大刀肉。叔叔几个？一共有10个，我要您一个，送你5块。筷子呢？我看看。这么彻底还在称呢？又害怕遇到你这样人。报告了啊，送你2块8，还差2毛。真没用了，师傅。我不管，我今天必须从你身上弄2毛钱下来。还照我撂我那天，不可能！胖哥，你有钱没？你什么意思？胖哥，你误会了，上有烟没？那不就得了吗？咱们得凑钱买包好烟吗？买了包好烟干嘛？这一回妹子来，是不是得要面子？凑能凑，但是那烟得有我一份。你放心，这必须的。啥意思？还有你不在的时候。 有几个朋友没打着，你打着我也不用拿烟去。灭火！我够烟去。烟呢？没了吗？一个都没有了。啊！刚朋友的也多，8-9个，也差不多没了。赔我烟！给你，11根烟是吗？赔钱！别他妈小气嘛！等一会儿。 所里办点事，去哪所里的？厕所。哎，抓你回来，咱们那厕所，厕什么厕？2个他没修，哎呦我的妈！喂，疯子！我滚！老板，怎么又是你？我打烊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给你介绍个客户。啊？拿出来，算了，他能修，他什么都能修，我上哪个螺丝来，他都帮我修好了。你看，给修一。 是我没办法修，你让别人家看看。在发现施工里，我都撞完了，叫你家来修。<笑>你别难为我了，行不行？我没法修。我手里还有视频，你说修不好电都给我来。本人郑重承诺，手机修不好，我电都给你。我实在拿不动了，兄弟。行，兄弟。能修，我主要是技术过硬。明白。 他这行啊，我还等着用。来，本大爷，他给你的大品怎么修小老袋？来，这个，你看，多少钱？200。你赶紧。哎，大爷，你看里面东西有没有少？上次就把东西修没了。哎呀，我手机里面什么都没有了。 都犯同样老毛病了，我赏你就修没了，我给你计较了。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你给我等着，你家电池倒是我的，我走程序吧。走，不用给钱。你给我等着啊！哎，太鸡巴了！你给我滚！哎呦我的妈！来，看看车，你个推荐一款，这款怎么样？不错，符合你的气质。多少钱？22万。这我好兄弟。 从小玩到大的，你个最低价，给你个面子，20万。嗯，哎，兄弟，我收来都19万8。这我知道，收来确实是19万8。那我去试一下去。行，你试，我给你办个手续。哎，小伙子，我看你在这绕了多少圈了？你是卖车啊？哎，不错，大哥。那下来，下来，我看。兄弟，你这车看着车况还不错，但是这行情我现在不太了解，我隔壁我兄弟刚收了一台一模一样的，我打电话问他，看他多少钱收的。行。哎，张哥。 您那台4-18-0多少钱收的？16万，16万是吧？16万，肯定我有点事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，行，下次地给我咱们加5呗。我是办点事，走了。啊？你硬不硬不动也行，就我那兄弟你知道，我让他买，绝对听我话。行，你硬不硬？20倍你1万，1万钱不能少。小事情。新鲜水果喽！哎，老板，你们那有千禧吗？ 你对这种水果了解吗？不是很了解，这不就是千禧吗？你这是写小西红柿，小西红柿就是千禧，千禧就是小西红柿。啊，不要，俺要千禧。水果。哎，老板，你们那有圣女果没？这不就是圣女果吗？你就写千禧。
千玺就是申尼果，申尼果就是千玺。看段子，拿过来炸。新鲜水果。哎，老板，你家有小西红柿没？这不就小西红柿吗？你那怎么改来改去的，改的人乱了，不买了。水果。哎，老板，你。那我俩有瓜子呢，我想吃那可可。啊！那亲爱的，你坐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好。哥，我和我女朋友来吃海鲜，但手头有点紧张。只要我说鲍鱼，你就说有啊。出关酒了没有？都走了。我要说澳龙呗。都没有。记着，没猜。来喽。你俩有鲍鱼没？没有，大闸蟹总有了吧？大闸蟹也没有。我说你这海鲜店连大闸蟹都没有，怎么开的？我走了。有病你不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这差点怎么了？一个帝王蟹。亲爱的，我们就是帝王蟹吧？几只？两只。两只帝王蟹。亲爱的，吃饱了吧？吃好了。那你到门口等我，我结个账。好。老板，多少钱？698。哎，找你2块。你给我等着。亲爱的，我这样能不能不回去了？总在每一个黑夜下。还是结婚以后再说。亲爱的，没想到你人这么正直。愿你的明天不再丢脸，愿你的更长，愿你的美丽永远热烈永恒。苹果，哎，老板，苹果怎么卖的？那个酸一斤，酸两天呢？姐，绝对保你爹卖。俺今天想吃的酸呢。苹果。哎，老板，苹果多少斤斤？4块。酸的甜的？有点酸一点。今天想吃的甜的。苹果，洗苹果。哎，大哥，行，大哥，苹果怎么卖的？4块。今天苹果酸的甜的？有点甜，有点酸。俺今天想吃的瓜子呢。瓜子，拿点瓜子。哎，大哥，我问一下子，现在在这里卖苹果那个大哥呢？你找他什么事？我找他约点苹果吃吃的。你是眼瞎？我就是卖苹果大哥。你卖一斤苹果，你怎么卖瓜子？今天买这个，明天买那个，谁看上了做了？你的瓜子是什么口味的？滚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捡你！滚！我不都买了吗？生活如此多娇，头发该飘就飘，帅气。哎呀，你弄这么帅气，准备去哪儿的？不瞒您说，我是去相亲的。你又相亲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都是你第99次相亲了吧？你能不能不要打击我？能不能给我点信心？就你长成这样，还要什么信？哼，不瞒您说，这次是我们村那个人称外号“对对配”媒婆给我介绍的。听说那个女孩是你们村的？我了解你，你是相亲苦、相亲累、相亲半天的不帮配。我这是老爹催、老娘催，村口媒婆天天催。现在这些女孩子，她又要车又要房，存款数字还要查，这还不重要。我这相亲一次又费鞋又费财，回头两手又空空。其实胖子，交友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。你来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探探，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交友平台，身边的好姑娘都在这上面，而且是真人实名认证的。你看，你看，怎么有这么多女孩子喜欢你？点我评论区置顶，你也可以有。你看到没？这个就是我昨天配了一个女生，你看我怎么约她的。哎，小姐姐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咱们一起看个电影呗。可以呀、啊，反正我们离得很近，到时候见。好呀，那咱们不见不散。哎，这个好，我也下载一个。那你过完的相亲还去吗？我答应人家了，不去不好。这个就在你们村，村的第一家叫小咪妹。小咪妹，那不我妹吗？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爱让所有愿意的冬天。